我的天哪，只要把不要钱的可乐和魔法粉倒在筷子上，2小时后就可以得到一双会发光的筷子，太神奇了。可乐加魔法粉会做出发光的筷子，这么炫酷的筷子必须得拿捏。拿出我心爱的筷子，还有魔法粉，必不可少的肥宅水，东西已备齐了。今天咱们就用这双普通的筷子来改造一下。把筷子放进碗里躺着，撒上魔法粉，倒入过期的肥宅水，腌制2小时，静待魔法的发生吧。小伙伴，你们觉得我真的会做出夜光筷子吗？觉得可以的扣个一，觉得做不出来的就扣被骗了。等2个小时太久了，还是先玩会儿游戏吧。一起来见证奇迹喽！3、2、1。啊，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？应该是时间还不够，咱们再等它2个小时，乖乖待着喽，姐姐去睡觉啦。2 hours later。哦，来了来了，这次夜光筷子应该成了吧？快快现身！哈，哇，居然成功了！太神奇了，这筷子竟然变成透明的，是因为它吸收了魔法水吗？咱们关灯看一下，会不会发光？哇，发光了，发光了，真的发光了，太炫酷了！你们能看得到我吗？哇，用夜光筷子吃饭，仪式感满满啊！我要赶紧去试一下。你以为这就是真相了吗？其实是……小伙伴，我在网上淘了一个夜光筷子，现在给你们看看效果。关灯。蹦跶一下，它就会亮。咦，小爱又做什么奇奇怪怪的实验？嗯，筷子？哦，原来小爱在做夜光筷子，这怎么可能成功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为了不要让他失望，忍痛割爱，把我的给他吧。加几滴色素 ，OK。小伙伴，你们见过这么炫酷的夜光筷子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点赞，还有关注。喵耶！